同学，大家好，请掀开《十善业道经》第三面，倒数第二行，第二句看起啊。而心无色，不可见取，但是虚妄。诸法极起，毕竟无主，无我我所。虽果虽业，所现不同。二舍于中啊，无有作者，故一切法皆不思议啊。到这里是一段。这一段呢，佛给我们说明。事实真相的根源，前面给我们说出为什么会有六道轮回啊，这个在这些现象上说得很清楚了，这个现象究竟是怎么发生的，从哪里来的啊？佛虽然说过从心想生啊，所以皆由心造善不善业啊，变现出这个境界，所以它的根源呢是心，